好，我是小麦。我身处的地方是全国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——华强北的非常市场。那以往的话，很多粉丝朋友都说，小麦，你只有那些旗舰机13系列、14系列的吗？那今天的话，小麦就来给大家淘一点备用机，还有一些长辈机、学生机啊，来看一下。那11 Pro Max 像这款机型的话，现在在我们华强北这边，目前国行的拿货的话是一个29张，一起来看一下。这是256G 的，像这一款机型，小麦可以跟大家说，除了它不支持 5G 啊，其他你用起来放到现在，你依旧是吊打80%的安卓机的。像这款机型，它的电池续航比12 Pro Max 的还要好，这个是接近4000毫安的一个那个电池容量，所以说这款机型你拿回去一天一充是毫无压力的。一起来看一下国行的机况是非常好的，256G， 而且这一个的话还是一个91的一个高电。像这款机型拿回去当一个备用机、主力机，再战个4-5年也是毫无问题的。像现在的话，你看很多很多老粉丝都是在用着苹果8呢，对不对？256G 的国行，目前拿货的话是一个29张。如果说大家有喜欢的，都可以关注小麦啊，不是说小麦只有那些旗舰机13系列、14系列的，像这一款机型的话，我都是有的。还有 XS Max， 这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学生机，还有长辈机。像这款的话，很多老粉都找小麦拿，因为这一款的话，他们拿来当一个备用机，平时导航用都是非常 OK 的。目前拿的这3款都是国行的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国行的 XS Max 64G 的白色，这个拿货的话目前是一个16张，都是全员的机器啊。那小麦这里的话，主要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全员装的，还有一个白色，这2款都是64G 的 XS Max 64G。那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，都可以关注一下小麦。